陈芊芊暴虐成性，刁蛮专横，花园城主却偏宠此人。今晚他死有余辜。少君英明，跟领导谈话也是一样。哎，十月，啊，您刚才说什么？我说这回这个手术啊，你还真得重视起来。这回这个病人呢，可是咱们医院的大股东的小姨妈的舅舅的二表弟。不对，现在贴吧上都说你是咱们阳明中学的小花。我觉得不好笑。